我是干皮，然后我出门必备一定是保湿，然后面膜这种东西，彩妆单品，彩妆面膜这算是护肤，彩妆是什么？气垫算彩妆吗？嗯，气垫吧 ，YSL 的气垫。是干皮，所以呢，我会把保湿工作做得比较好。白皮，应该是属于还比较白的白皮吧。